昨天我们说过封顶封杀，那今天我们说说封口费，就是让人闭嘴的 hush money。 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高层出了丑闻，为了不让事态扩大影响股价，他们想贿赂媒体，不把丑闻捅出去，于是想给记者封口费。英文我们可以说 They are bribing the reporters with hush money。 好了，谢谢你收看《衣服赶时髦英语》，再见。